为了这身龙袍流了多少血，又死了多少人。我告诉你，天下是要平定而不是拯救。我会辅佐你完除汉室躯体里的那些毒瘤，还天下以太平。你的路我会为你铺平，让青史留下你我的名字，让你堂堂正正的成为汉室的中兴之君。唯我之中，朝堂之上，我是天子，我会用我的方式拯救汉室，也拯救你。我不需要你救，你也不用救一个欺骗过你的人。先帝把能替你想到的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们都是在履行遗志。又是一招，数百名义士一夜之间全军覆没。要战胜曹操就只有战争，有战争就一定会流血，会有牺牲。是不是只要能够对付曹操，所有的牺牲都无所谓，导致天下大乱也无所谓？当初他为了隐瞒先帝之死找你来偷龙换凤，不就是为了对付臣吗？孤想看看在御座之上做的是怎样的天子。陛下万岁！我告诉你，伊和根本就不想要那个皇位，他必须要，这是他的责任，也是他自出生便注定的命运。陛下，或者说杨公子，真相只有一步之遥。你是何人？虽然看上去和陛下有九成相像，但是你瞒不过老奴这双眼睛。放肆！这么多忠臣枉死，难道你心里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陛下是否认为臣妾这双手沾满了鲜血？以前这也是一双少女的手，我用它抚琴簪花，戏鱼喂鸟，直到先帝牵住了它，我便再也看不到人间了。那朕请求皇后相信我，帮助我，我们一同平定这个乱世，然后朕也想听听这双手付出的琴声。曾经的皇后是绝顶的高手，这武功从何而来？想必曹操应该很感兴趣吧。你用剑，我用蛇，这两样东西都可以杀人。你若是有告密之心，上天入地我都能杀了你。如果你要为一个女人让中原血流成河，臣奉陪到底。你放肆！任何人敢伤害杨平，我都叫他死无葬身之地，无论是曹氏还是你们。为了这个位子，多少兄弟手足相残。那如果是我们两兄弟呢？你会与我争吗？我司马懿想争，有人能赢得了我吗？我想跟你说，如果有一天我不想做这个皇帝，不如仲达来替我做好了。我曾经改变我自己，为的是成全你的理想，可后来发现我错了，所以现在我要用我的方式去摆布这场乱世。司马懿文武兼备，谋略过人，儿子要他辅佐只是想助父亲一臂之力，早日平静天下。我很欣赏你，我想请仲达帮我得到这世子之位。暗室的这些虫蝇们，臣可以为公子把他们从暗处一个一个揪出来。我的命可以给你，但是你必须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你究竟是谁的人？复仇的人。我要救的是全天下的人，不光是汉室。你的家就是汉室，没有国哪来的家？你
你以臣弑君，将来史笔对你的记载要比董卓还要十恶不赦。你一再搅动乾坤，拨乱社稷，究竟是为了什么？自然是为了陛下。不到许都，不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何等的威风。杀掉曹操之前，我不会离开的。战乱还没有结束，谁又能离开呢？臣倒有一个想法，陛下和司空联手如何？住口！你要孤和一个冒牌天子握手言和？陛下，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，就把你曾经的决心都忘了？可是袁绍跟曹操相比，曹操更有大志，更有才能。乱世之中，人命如刍狗，很多人为了结束这个乱世，皎洁被玷污，玉碎如泥尘。也请陛下不要轻贱他们的牺牲。对曹操只讲杀伐，只讲权谋，你讲什么天理人心？曹操兵围我司马家的时候，他有讲过吗？现在有比消灭曹操更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救天下。当年魏王跟刘备煮酒论英雄，在朕的心中，魏王一生都在南征北战，统一中原，可当得英雄二字。可惜呀，今年洛阳大雪甚美，春来梅花绽放，却不能与陛下青梅煮酒议论天下英雄了。这种权力与智慧带来的快感，也只有我能给你。你就不怕后世史书责骂咱们曹家是逆臣吗？现在轮到我来写史书了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仲达，我们还是兄弟。潜龙在渊，云起则兴。汉室一百年来，终于出了一个有天下抱负的皇帝。皇后，我真的只是一个傀儡吗？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皇帝。这是一场孤独的战争，你一定要学会忘记曾经的阳平，生死相依，水火不离。我选择了你，也就选择了你的道。我是皇后，会永远追随陛下。邂逅相遇，与子偕臧。只要我们想见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阻隔你我。想要看我，自己过来啊。这里的山和水永远都不会变，他们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回来。我想看着这个天下，看着它一统太平。